赵丽颖呢？赵丽颖，啊，赵丽颖，在这儿呢。来，说到赵丽颖啊，没有什么可吐槽的，就是单纯觉得你好看，给你一个镜头，好不好？对你好吗？啊，你是有多闲？看，还说起苹果啊，啊，我就想到甜。嗯。离开你，我才找回自己，那爱笑的眼睛，再见，再见。